这是云嘉南滨海风景管理处的北门游客中心。这有一面灯墙，顶端规排设计拢是希望游客会当徛在头前翕相。上翕好当然是爱传去 IG 做网红。另外边啊，遐个有北门的美食街。我今天是要来追星。头前有一间前来呀，是偶像剧《王子变青蛙》的主要背景之一。哦，啊，真用心，整个箱仔拢用着蛤蟆壳或者是其他的贝壳来设计。伫偶像剧内底，即间是一个假树行，啊，即马变作是咧卖一大堆的杂花啊。其实这间是伫1950年起号的，早期是做做是台盐盐港的福利社，提供着因要日常的用品甲娱乐中心。只要有一台机器会当算命，啊你若是歹命，安尼算命免钱啦。铜锣烧啊，这不是哆啦 A 梦上爱吃的吗？这种弹珠饮料啊，是变哪吃啊？才有说明家里安怎开？两三千来要吃哦。啊，两千，安尼就看爱倒一个啊。我来家己念伊安尼啊。嘿，啊钱还有够多啊。这个吗？你要这个吗？买来巧克力。即我细汉时阵买四修啊，拢是安尼食食。我是几只包？包加七只。啊，加七只哦。嗯，日包的那种咖喱冰沙。栽培十万亿罐头方式，上个栽一种抽奖方式哦。小孩子也可以玩的抽奖。先拿一张，这应该就。因为偶像剧里底是瓦斯行，所以才有那肯做做瓦斯桶。一行出来，才有一间叫做吉莱雅的创书店，啊，这是咧算对一出的。所以就讲安尼，伊是第一条的，第一间创始的就对啊。其实是一条过来经营的。